监察委员庄先济、林亮明，由专门委员李元洪和国防部雷中将陪同，今天上午搭乘专机飞到澎湖。防区副司令官和地方各有关首长都在机场欢迎。他们除了巡查驻守澎湖前线的三军官兵之外，并且分别巡视了中央、省级和县级的行政单位。